Yeah. Oh.来，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六。第四，它因为是特殊角色比较好做。你们先看一下题目哈，这题蛮难读懂哈。等一下我陪你们看哦，我就上厕所。真的很难看懂，而且很难画图哦。这个我其中一个就是不想要架影片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哈，你们在讨论几何问题的时候，最大的，尤其是在讨论测量问题，最大的困难就是画图，可以吗？那画图的问题，它的秘诀就是你看两次题目哦，你第一次先大概确认它有哪些条件。你看第二次实在相对的话，他说根据气象预报，今天由于台风上午9点被测出在鹅銮鼻灯塔的东30度南，距离100公里的海面上，潮汐以根号50/3侵袭。假设暴风半径是根号100/3，而且速度方向皆不变，他问了灯塔何时进入暴风圈，何时脱离暴风圈。第二件事情，同学，你们在解几何的时候，如果你预料这个题目很难，那你图就给我画大一点，这个会有差哦。这个图画大跟画小对于解题是有差别的哦。好，台风在下面跑，台风东30度南。东30度南，距离100公里的海面上，潮汐侵袭。同学，100，那这里是几？这里这也是30度，画一下这里是几？这里是50，可以吗？那底长多少？100多少？根号几？根号3。台风我这样画。那台风啊，台风要慢慢的往左移动，往西移动，可以吗？然后暴风半径是根号3/100，同学，根号3/100有没有比50大？根号3是1.7，有比50大，100除以1.7就大于50。好，所以台风是比这个半径来的大，这样，大概是这样子，可以吗？可以。那你这个时候，这个风暴，这里是鹅銮鼻灯塔。通常我们在这个画图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固定的参考点当做坐标的圆心，可以吗？哦，那我们必须要去看这台风一直往前进的时候。何时进入暴风圈？何时？50根号3/5，没有，还没用到。请问他登陆是吹什么？啊？
封你妈，看我这边。来，来，电影，看我这里，看我这里，看我这里。那接下来啊，这个图形是这样往左边走。什么叫做什么叫做？就是进入暴风圈。进入暴风圈就是当这个台风眼在跑动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正好换一支笔哈，正好台风眼跟鹅銮鼻灯塔的距离恰恰好是刚好三分之一百，就叫做进入暴风圈，可以吗？那什么叫远离暴风圈？台风继续往西走哈，继续往西走，一样的，正好台风跟我们的这个鹅銮鼻灯塔的距离也是根号根号三分之一百的时候，是不是就远离暴风圈？可以吗？这样 OK 了。好，来，大概是这个样子。那这个问题啊，基本上来说，它有一个很有趣的特色啊，就是它都是三十、六十、九十，所以你很好解。如果不是三十、六十、九十，那就很麻烦解，可以吗？哦，好，来，我先简单的解一次给你们看啊。首先这是一百，哦，这里是五十根号三，哦，那对于台风登陆的根号三分之一百跟五十，它也是特殊的边长。你会发现这里是一比根号三比二，可以吗？哦，你看除以根号三是乘以二是变一百，所以是底边多少？根号三分之五十。那同样的道理，这也是根号三分之五十。同学，这一样是一个三十、六十、九十度的三角形，可以吗？看得懂吗？哦，这是因为这个图形很多特殊角的关系，所以你才可以这样子画。好，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只要知道这一段跟这一段，就知道何时进来，何时出入？我们如果知道这一条距离，那距离除以速率是不是时间？可以吗？那我们知道离开的距离是这一条，距离除以速率是时间，这样 OK 吗？好。所以这小条是多少？这小条就是五十根号三减掉根号三分之五十嘛，可以吗 ？OK。那它是多少？根号三分之一百。好。同学，这条其实不用算。第二个是说，同学，这是三十度，这是六十度，可以吗？哦，那这里也是三十度，那这里是几度？三十度，三十加三等于六，它这个等腰三角形，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一条就是根号三分之一百。当然，这个标准解法不是这样解，哦，这个是因为它的图形有很多特殊角的东西。来，先把图画完，先画好，等你们。这边不能教的太急。高一的新生就是很凶残，很凶恶，所以感觉要很恐怖。像主女不是很凶吗？主女的学妹听说超凶，还可以跟学姐互呛，呛爆那一种。不像我们叫学弟头。对。那主北会很呛吗？今年的高一。没有，我今天。不会啊，可是竹中干都超乖的，你知道吗？你知道竹中高一全部都是把制服都扣到满。然后这个腰带都有抓扎好，而且听说都是初中买的腰带，超诡异。就每一个都超乖的，乖到很诡异的，很诡异。听说他们乖到就是连那个叫介绍完那个体育组长，他们都会拍手，你知道吗？很怪异哦。对。介绍卫生组长的大伙。
真的、啊。反正就是今年很奇怪，对。反正很多学校都说高一看起来就是很凶残，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初中的感觉很怪异啊。同学来，有图，同学。所以我们分析完这些边长，把进入跟离开的边长都算完以后呢，我们知道这个走了根号三分之一百会入暴风圈，走了根号三分之几？根号三一百加一百，根号三分之两百会出暴风圈，可以吗？那根号三分之一百除以根号三分之五十等于几？二。也就是说，一开始九点的时候，往下两个小时就进入暴风圈，再往下两个小时就出暴风圈。九加二等于十一。那这个两百除以根号三，再除以根号三分之五十，等于四。九加四等于十三，所以十一时进入暴风圈，十三时就离开暴风圈，可以吗？
我现在买过最贵的自动铅笔是1300块。对对啊，可是真的很好用，但是我用了2年以后就不见了，我放在这边又不见了。被干走了？啊，被干走，被干走。那一支笔是用那个橡木桶啊，就是他是用过那个储存红酒的橡木桶做的笔，知道吗？然后那酒身那个笔杆的颜色被那个酒染成微微的酒红色，跟木头的颜色，还有一点木纹，很漂亮。来。第六，好了，哎，再放点。来，开始画图。他说，某人于登山口测得山顶的仰角45度，沿着数度的斜坡上行200公尺，好不好？哦，再测得山顶的仰角是60度，求此山顶的高度。通常哦，这个高度哦，如果是在100公尺、十几公尺，就不会算人的高度，可以吗？也就是我们都把人看成小精灵。OK， 哦，没有高度的东西，可以吗？哦，那这时候我们来看啊，登山口，登山口测的高度是45度，可以吗？哦，好，第六，沿着15度的斜坡上行的200公尺。可以吗？这时候从这里往上测仰角是几度？60度。那要问这个我们的山顶的高度是多少？来，同学，我们要测整座山的高度。那你看这个几何，尽量把图都画漂亮。那这里是60，这里是30度，这里是15度，这里是90度，这里是90度，可以吗？把该填的填完以后，再来你要做什么？你要尽量的让我们的未知跟我们给的已知的条件尽量在同一个三角形里出现，才可以解三角形，可以吗？哎，好，那怎么做？那 part 来1:1:2，我会用这个边叫做根号2。为什么？同学，你如果知道这个边叫做根号2，你看这个三角形，哇哦！这里是小的是30度，这里15度，这里叫135度。同学，你是不是有对边对角，可以利用正弦把 H 求出来，可以吗？哦，再来一件事情，你在讨论题目的时候，如果觉得图形太复杂，你可以把你要的条件图形摘取出来。
你先想一下这图要怎么画。首先，你应该可以从题目里面确认它是一个立体图形。立体图形，可以吗？塔高120公尺，皮卡丘在。所以最后有打错哦，求神奇宝贝的距离，不是求两柱的距离。这个之前打的时候没有改好。塔高120公尺，可以吗？哦，这个皮卡丘，这塔的正西方，正西方，小拉达在塔的西30度南，可以吗？然后呢，它从顶端侧的皮卡丘的俯角是45度，侧的皮卡丘的俯角45度，代表皮卡丘往上看的仰角是45度，45度。A 对 B 的俯角等于 B 对 A 的仰角，可以吗？同样的道理，小拉达底部的俯角是60度，代表小拉达往上看也是60度。那我们要求两只这个神奇宝贝的，求两神奇宝贝的距离，不是两数哈，可以吗？好，也就是说你要去把这个求出来 ，A 求出来，可以吗？皮卡丘 A 小拉达，这是我们的这个原点，可以吗？你要求的距离在下面，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尽量想办法让条件跟我们的这个所求在同一个三角形出现？这个时候我们的高120是不是要往下垂下去？可以吗？一比根号3比2，所以这个 OL 是多长？应该是根号3/120。那 OP 呢？45度1比1比根号2，所以它是120。图形很乱，看得懂吗？我再说一次，皮卡丘仰角45度，小拉达仰角是60度，可以吗？那一比根号3比2，所以这一条除掉以后，叫根号3/120，1比1比根号2，所以这一条120，不是度吗？120。再来，如果条件太复杂，你应该把它画在外面的图里面，也就是说，一条是120，一条是根号3/120。这个角是30度，我们说了哦，西30度南，哦，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x。同学，这是用什么写？余弦，可以吗？哦，来，用余弦 x 就可以求出来，所以 x 等于120的平方加上根号3/120的平方，减掉2×120乘以根号3/120 cos 几度？30度就可以算，这样 OK 吗？这样 OK 吗？好。把它写一写啊 ，OK 吗？看不懂，哪边看不懂？这是西方，这是东方，这是北方，这是南方，可以吗？有一个塔是120公尺高，可以吗 ？OK。可以。皮卡丘在这里，小拉达在这里，可以吗？他说他看皮卡丘的俯角是45度。代表皮卡丘对于这个小明的仰角是45度，小拉达一样是60度，可以吗？好，那你是要求这个距离，两只神奇宝贝的距离。那既然这样，你是不是应该用下面的这三角形来算？那怎么样用下面的三角形？你要注意，本来没有这个边长，你是不是只有高？可是你是不是可以利用仰角来换算边长？60度1比根号3比2，所以除掉这条根号3/120。这一条是不是120？因为1比1比根号2，这里是120。所以你画出三角形，底面的这三角形就长成这个样子。一条长是根号3/120，一条长是120，这中间夹几度角？30度，因为这个皮卡丘跟小拉达在西30度南嘛。哦，就是这样，所以画出这个图，你要求的 x 在这边，可以吗？哦，你看不懂。哪个看不懂？这个看不懂吗？这个看不懂。
地体图啊，刚刚一开始就有讲地体。可是你讲的时候，我觉得它是很重要的。来，海克，现在地体过来，来，过来过来，来。你要当皮卡丘还是小拉达？你当皮卡丘，你当小拉达，好不好？来，假设我这边是一个十字，可以吗？好，这是西边，皮卡丘你站这里，小拉达你站这里，好不好？你们两个都蹲下来。这是60度，这个是60度，可以吗？这个是45度，可不可以？他要问的是什么？我假设我高是120公尺高，好不好？好，那这个时候这里是120，那这里也是120。为什么？因为这是45度啊，我俯角是45度，所以是一个1:1跟2的直角三角形。对。好，那这里这有点猥亵，这样是60度的俯角往下看，可以吗？这里是1:2:3:2嘛，所以它跟我的距离是根号1/3而已，小拉的。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好，那这两个人的距离是就有，而且中间夹几度？中间夹几度？你要看哦，我们说皮卡丘在我的西边嘛，对不对？小拉达在西30度呢，所以他们两个差几度？角度是几度？30度嘛。皮卡丘是在西边。小拉达在什么地方？告诉我，念的西30度呢，所以是30度，这就可以算他们之间的距离了，可以吗？哦，就是这个图啊，来，皮卡丘，小拉达，好，那 OK 了，有没有立体感呢？有没有？有。如果现在是没有立体感的话，好，来，上镜，好，就这样 ，OK 了。OK， 那我们就用余弦定理是不是可以算出来？这里少了一个平方，可以吗 ？x 平方等于这一段，那所以 x 就把数字算出来以后再开根号角，可以吗？好，余弦啊，不好意思，刚漏了平方。好，就这样啊。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就这样，可以吗？接下来我们来看例八。这擦掉了，我上一题擦掉了。来，继续哦。当你看相同物的仰角相同的时候，代表距离相同。下一题，这个第八嘛，第八，看相同物的时候，如果你仰角相同，代表你的距离。哎，下个。这个数字就先不要看了，这个我们先往下，好不好？我们看相同物，这个例八先讲。我们当你在看相同物的时候，仰角相同，这时候它的距离是一样，可以吗？好，为什么？同学，因为你的 tangent 不一样。当你看一根高度，好不好？可以吗？
这时候如果你的仰角都一样，假设你仰角都一样 ，OK。如果假设这条是200，这条是30度，这条是30度 ，A 跟 B，A 分之200等于 tangent 30度，等于 B 分之200。假设他们仰角都相同，同学，那 A、B 有没有必须要一样？有没有必须要一样？有，听懂吗？你真的听懂？我再讲一次，要讲到点头，好不好？我再说一次，如果你从两个位置看同一个东西，它的仰角相同，其实它的距离会是一样，因为底分之高的 tangent 会是一样。对，好。B 分之200，如果是 tangent 30度 ，A 分之200也是 tangent 30度的话，那这时候 A 分之200是要等于 B 分之200，那这个 AB 有没有一样？有，听得懂吗？所以当你的仰角一样的时候，看相同物的仰角一样，代表你们两个距离会是一样，这样 OK 吗？ OK， 好，好，来，那我们来看回这个题目。从平地上三点 ABC 测得山顶的某个仰角都是60度，均为60度，圈起来，均为60度代表 ABC 三个人距离一样，会共圆，他们三个会共圆，也就是说 BC 他测得某山顶，假设山就是 H， 可以吗？哦，做材料了，A、B 跟 C 这三个人测得的仰角都是几度？题目说都是60度，这里也是60度，这里也是60度。同学，代表底分之高是不是一样？那高一样，底要不要一样？一样，听得懂吗？仰角一样，距离一样，所以这三点是不是可以叫共圆的位置？不太远。可以吗？共圆，可以哈。好，共圆，这叫 A 点，这叫 B 点跟 C 点。那假设底边就是我们的半径，我们的 H 是不是叫做这个 R 乘上几 ？tangent 60。我们因为知道距离不相等，所以你如果要求高，是不是只要求底边的外接圆半径再乘上 tangent 60就好？听得懂吗？前提是这三个点已经知道共圆了。为什么共圆？我再说一次，他们怎么样？仰角怎么样？均为60度。你就只要求出底圆的外接圆半径，答案再乘上 tangent 60度就好，可以吗？那我们看下题目给的条件。题目说啊，我们给你哦，这个 BAC 几度 ？BAC 是30度，可以吗 ？BC 长也给你，哇，给的非常露骨哦，200公尺。同学，你要求外接圆半径，给了对边跟对角，你用什么先定理？Maggie 用什么先定理？对边对角，对，要用正弦定理。你求出外接圆半径用乘以 tangent 60就是 h， 可以吗？好，那怎么求？我们就知道200除以 sin 的30度等于 2r， 可以吗？那这个时候我们的 r 就可以算了，2约掉，所以 r 就等于200， sin 30是二分之一嘛，把它翻上去变200。那我们的高 h 就变成 r tangent 60度等于200乘以几？根号三。这个差不多了。好，先画一下图哦。
其实你们知道这个视线啊、哦，改变仰角就会改变你的距离感，知道吗？听懂这句话吗？改变仰角就改变角度，就改变距离感。为什么我可以测到你的距离？就是因为我们有张角或仰角，可以吗？我大脑会自动运算。妹妹不行，我再讲一下。你说这里是不是？因为你看啊，这个是90度，因为高这里是都是90度，只是这图形有点偏差了，所以底分之 h 是等于 tan60，所以 h 这边底乘上 tan60。我今天去阳明山玩，然后我下一周我去的吃到一家超强的餐厅。如果你们经过台北，会去大直、美丽华那边，你们一定可以，一定要经过去吃。这一叫做 X Dinner 啊 ，X Dinner，X Dinner 它很好吃哦。如果你们经过大直，我建议你们去吃一吃，它的美式 BBQ 是非常有名的，它是大概是。好像被这个忘记有一本美国杂志评选为亚洲就是 top five 的这个最道地的美食餐厅。然后他们的那个烤炉是真正的那种德州熏烤炉，就是全台湾只有一台。最厉害的是他们烤那个雪花牛，你知道吗？他们雪花牛用这么厚一片。你有吃过雪花牛吗？这是雪花牛，就是牛肉，一种牛肉，有点像培根的感觉。可是重点，他那个雪花牛烤的，他烤全熟的，可是他的肉完全不柴，你知道吗？超厚，非常好吃。对，然后你们可以吃，然后他的那个，他吃的味道，你会觉得哦，看原来这才是真正美食的味道。因为你在新竹吃美食餐厅或其他家，你都觉得很咸，你知道吗？味道真的很重。可是真正的美食餐厅，他们很讲求原味，所以他们味道并不是真的想象中的重，对吧？很好吃 ，S 对吧？大直那边非常好吃。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它有一个东西很好吃，叫手撕猪肉汉堡，就是它把那个猪的那个肩胛肉，就是用慢慢的慢火去烤，烤到就是每一丝每一丝都可以单独的分开以后，它用手去把它，就是用那个手去把它撕开，再跟酱去这个酱去沾一沾，然后配那个高丽菜丝，我觉得非常好吃，超好吃。因为我跟我爸妈去吃哦，我爸妈也是在五六十岁的，他们年纪那么大，通常不会很喜欢吃那么多肉。可是我们居然三个人都把那些肉都吃光了，对，真的好吃。多少钱？多少钱？你说那个牛肉吗？牛肉300，就是一人份300，然后汉堡250，其实没有很贵，但是我们喝了四瓶啤酒，因为很好吃，就一直喝酒，酒就蛮贵的嘛，酒就有点贵。对，吃完真的是蛮高兴，对。然后我们还把那个所有的骨头要回家，交给狗，那狗就一直在那边吸啊，还是吸到粉的呢，很爽的脸。来，同学，我再讲一题历史，我们就下课。历史，来，他这边。这个画图哈，由地面上测得一处山的仰角，分别为30度、45度跟60度，可以吗？已知 A、B、C 三点共线，但与山顶垂直不共线。A、B 等于 B、C 等于300公尺，求此这座山的高度。我在念的时候，你们要去想这个图到底是平面还是立体？平面还是立体？立体，可以吗？立体图，所以可以开始画。他说 A、B、C 三点共线，三在外面，从 A 点测是30度 ，B 点测是45度 ，C 点测是60度，可以吗？可以啊。好，我们都是垂直的哦，这都是测仰角。好，
那他说 AB 等于 BC 都是300公尺，那他求这座山的高度，山高跟 H， 你想办法放 H 跟已知连上条件，那你会把条件放在哪边？底面还是高？当然底面嘛，对不对？想办法把条件放到底面上去考虑。好，那怎么放呢？很简单，很简单。60度是1比根号3比2，所以这一条叫做根号三分之 h。假设我们的垂足叫做 O 点，1比1比根号2，这条是 h， 1比根号3比2，这条叫根号3 h， 可以吗？好，那你有发现？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样子分析完，所有的条件都聚集在 OABC 这底面的三角形上，可以吗？好，底面的三角形上，题目如果图形已经太复杂了，把它搬出来算。OABC 画一下 ，OABC 300，根号三分之 h 跟根号三 h， 同学。你用角毛去想哦，这一题要用什么写？用角毛想一下，正弦余弦，余弦，余弦，对，他们角毛很健康，没有错。为什么用余弦？题目给的条件都是边，没有角，对不对？那同学当然也可以用中线定理，可是随着题目设计的条件不同，用中线定理可能会受限。用余弦，假设是θ这一题，180度怎么样？解释一下，它 cos 拆个负号是可以解 h， 可以吗？可以啊。这两个的 cos 拆个负号，所以用余弦去解 h 啊。cos θ 等于负的 cos 180度减 θ。来，余弦定理，右边的三角形，2加2加2分之夹边的平方。加夹边的平方，减掉对边的平方，会等于负的2加夹分之夹边的平方加夹边的平方，减掉对边的平方，去算 h 是多少呢？可以吗？好，二跟三百跟 h 都可以约掉，然后就算掉了。可以吗？